两个车已经体验完了。陆姐，我先问你，这两个车你个人觉得哪一个更舒服一些吗？两台车我都分别摸了一下，就是它的座椅材质的话都是皮质包裹的，对，也都比较软，是比较舒适的。然后包括它的扶手，因为蒙着眼睛会紧张，然后我也摸了它的扶手，就门把扶手这个地方呢也是都有皮质包裹的。所以整个舒适性非常不错，两个车我觉得都应该点个赞。但是呢，就是在起步加速之后，我的头靠到那个后头枕之后，我发现第一款车的那个头枕要软一些，第二款呢应该是要头枕的地方要短。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应该给第一个车要打一个分数高一点的分数。走了一个比较颠簸的一个路段。那个路段的话，第一款车它的舒适度要高非常多，第二款车能够感受到它明显的抖动啊，要比第一款车要大。好，这是我的两个体验的一个感受。然后老曾也说一下，你开这两款车在过我们刚刚那个减速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我们刚刚在就是连续两款车同样以同样的速度来体验这个连续的减速带，其实我个人的驾驶的感受哈，第一款我是像吉利博越 Pro 嘛，对，然后它的整个底盘的整个质感非常的整，它底盘的那种就是过颠簸的时候它的回弹啊，这些底盘的韧性非常好，但是它整的同时它又不会特别的颠。我觉得坐在里边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舒服。好，然后第二台换到那个就是哈弗 H6 上面之后，同样过以同样的速度，这台车的底盘会显得更硬一点，就是它路面的反馈就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硬，但是呢它又不像性能车那种就是底盘非常的悬挂行程非常的短，所以说这台车的舒适性是不如第一台车的。